喂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比较赶时间，带大家行转大埔道啊。讲笑啫。喂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易通行咧喺今日5月7日咧喺尖山隧道就正式启用啦。关于易通行嘅介绍啊、申请方法、点样俾钱啊，我就唔多介绍啦。喺网上面啊 ，YouTube 都有好多嘅教学。我分享下我自己知嘅嘢啦。易通行咧系采用咗 RFID 嘅技术，喺物流业上面咧已经应用咗好耐啦。而香港隧道一直採用的 AutoToll 咧，都有成30年歷史。其實大家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呢項嘅技術。咁我對中國香港政府終於推行易通行呢件事咧，係好正面，我好支持嘅，因為可以免卻咗通過收費亭減速停車再起動呢個咁嘥時間嘅動作啦，亦都避免咗去到收費亭俾錢啊等找錢嘅時間。實際上對交通咧係會有好大嘅幫助，而中國香港政府喺未來點樣將易通行應用喺道路收費系統啊，甚至其他方面嘅用途，你明㗎啦。喺呢條影片咧，我亦都唔作評論啦。一件工具好與壞咧，係睇個人點用嘅。咁好多車友都同我講，佢對易通行貼紙嘅位置咧好有疑問，說明文件咧就話要貼喺風鏡啊、道後鏡。避开金属表面等等等等，今日咧我就决定同大家实战实测一下啦。首先啦，我手头上咧系有两张易通行嘅车辆贴，系我部 Jazzy 同埋我部 CBR 嘅。我今日就唔小心带晒呢两张贴贴。咁私家车嗰张咧，咁我就首先好唔小心贴喺我右边车壳偏低嘅位置。而电单车嗰张我就唔小心放喺后座 seat 底入边，而为咗加深个难度啊，上车啦！我再安排咗一件几吨重嘅物件放喺后座上边，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个侦测呢？而據我所知咧，易通行成個偵測咧係安裝咗喺一個龍門架上面，而個 sensor 喺龍門架上面係設有閉路電視、RFID 天線同埋光學雷達，亦都聲稱龍門架唔會用嚟捉超速影快相嘅。咁聽住先啦。睇翻记录，只系过了大约2分钟，个 Apps 已经直接准确咁收取咗电单车嘅隧道费，亦冇收错到 Jazzy 嘅隧道费，意味住除咗车辆贴嘅 RFID 之外，雷达亦都发挥咗作用，并冇出现失误嘅情况。而据我了解，政府现时并未强制贴车辆贴，但我建议各位车主们记得留意政府嘅公布，以免触犯法例。咁如果有不法之徒挂住个假牌过隧道呢？我只能讲 ，Apps 可以清楚咁睇到通过隧道嘅记录，我相信能够以现行嘅机制可以作出申诉。喺未来亦都应该会以车辆贴同埋雷达进行双重嘅核对，闭路电视再做证据等等。最后，我喺当日稍后亦都再驾驶住冇贴车辆贴嘅 Jazzy 通过咗尖山隧道，而
易通行的 App 亦都在两分钟之后准确地扣除个款项。总括而言，各位有没有车辆贴都好的车主们，在现阶段并不需要太担心车辆贴的侦测准度，可以很放心地走这条隧道，不要再无啦啦收有停车给钱了。这条片是这么多，下次见，拜拜。